涂个口红啊。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变。开了这个直播又不是很想播了，谁懂？咱这个帽子好像没有上个帽子好看哈，这帽子有点丑，换一个，还是戴之前那个吧。我知道了，我要戴这种，这里是宽边的，这个帽子才能显得脸型流畅。我那个边太细了，我劝大家秋冬买毛线帽也这样，这个边太细了，就是说不是很显得脸型不流畅。我这里给你们，你们看这个帽子的效果，这是宽边的嘛，就是它两边是宽的，它就会显得你的脸型很流畅，就是脸是这样的。对吧，就是上面是有一定的弧度的，就是你的相当于你的发跟蓬松一样。来给你们试一下另一个帽子，当然这个帽子也很好看，这个帽子好像粉丝送我的，我不能说它不好看。这个帽子呢，就是它是窄边的，当然我这个粉丝肯定已经出坑了，所以也不要紧张。这个呢就是窄边的，就显得脸型不是很流畅，但我感觉也挺好看的。是脸的问题吗？感觉也挺好看的，那应该是脸的问题。你们觉得呢？我感觉这样看其实也还可以哈，就把它弄得再宽一点。对不对？这样看好像也还不错。戴哪个好看？今天戴这个吧，这个戴太多遍了，你们会觉得我只有这一个帽子，这不符合本帽子新人的人设。累了，开了这个直播突然就不想播了，咱们也是一时冲动开的直播，开完就不想播了。直播给大家吃个橙子吧，没吃晚饭，今天就不吃晚饭，今天吃个橙子得了。又不好吃吧，因为我刚录完音，录到现在才回来，这么晚了哪里还有饭，沙县小吃估计都关门了。刚录完录音的时候，录音老师问我你吃饭了吗，我以为是说我没劲儿，唱歌没劲儿，结果他是真的问我吃饭了没有，因为他们点了饭吃，问我吃饭没有，我一整个紧张，我说我吃了，然后下一秒马上唱得很大声很用力。咱们就说害怕啊，我知道我有很多那种泡面啊，什么小火锅啥的，但是吃完下播了之后泡一个吧，下播之后泡一个。啊，沙县还开着门啊，我今天中午就是自己跑去沙县买的。对呀，今天录的是主题曲，嘻嘻，好开心呀。
没有皮儿掉了，但掉地上了，我不想弯腰捡，我很累。那你们的意思是我直播完我还可以去沙县冲一下咯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今天中午 我点了，我买了，怎么说真的没有你们吹的那么好吃。我今天中午买的是个酸辣粉，一个蒸饺，蒸饺吗？也没带那个，没有辣椒，算了，今天我就是泡我的泡面和小火锅吧，我这一箱子呢。但我估计吃完橙子我也就不饿了。炒粉干加雪菜肉丝，好，雪菜肉丝是个浇头对吗？好的，我可以明天试试。蒸饺我吃了呀，蒸饺里面是胡萝卜的，那我咋散味儿？我这个我们这个条件不允许散味儿，就只能这样睡。想多了，妹妹，有的吃都不错了，还想着散味儿？你以为你在哪儿？就习惯了，咱们就是说剧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不像你们看起来的那么繁华华丽，就是这个一亩三分地儿，点不到外卖，吃沙县的地方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华丽。当然这个苦我也是愿意吃的，你们不要给我带节奏，我愿意，我乐意，我开心吃苦，很谨慎很谨慎，很害怕很害怕。这个橙子快剥好了，这个橙子很好吃，怎么办？我这两天是不是很努力的直播，顾不顾的？这两天都没拍到我，但是这两天也走不了了，因为不是说要拍这个录音的活动吗？就也回不了上海，主要是啥吧，主要就是一呢是回上海也没事干，这几天也不公演，然后疫情，主要是组里我怕他们时不时万一有事叫我，我也害怕，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没事就被叫去过剧本了吗？就是天天围堵，天天排练。那这几天就没叫我，这几天我们在，主要是我们现在 B 组也开机了，就是你不知道 A 组 B 组哪个组会拍到你。这周没有公演啊？晕，是不是又瘦了？不知道。没事，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是91.1，91。为什么停了一周的公演？嗯。挺好吃的，蛮甜的。哦，因为外物。懂了。下次公演是25号，嗯，下次公演是不是特别公演啊？是特别公演吗？不是特别公演哦。再马上就小四毕业公演了，对吧？12月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吓死我了！我害怕，我以为我剧透了。我跟姐姐说了，姐姐还没回我，能不能去呢？组里还没批下呢，
啊，好好吃啊！我的胃口被打开了，因为这个橙子也是有一点酸，酸酸甜甜的好开胃，救命！再来一个，这是我最后一个橙子了。不可能，我回去我肯定也不会上歌呀，我可能就上那种最后一首歌啥的。我也哪有时间学舞呀？他们舞都要重新排的，别拍拍摄位了，把拍摄位留给小四的粉丝吧。说的跟你们能拍到一样，那天拍摄位肯定会爆满。不对，也不能这样质疑我粉丝的能力，还是要鼓励我粉丝。做人好难啊，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，就是说说话严谨真的好难，累了。谢谢乐事山药薄片送的小蝴蝶，谢谢乐事山药薄片。你是嗑山药的吗？还是啥？还是你是山宝？没有啊，因为人家写的山药薄片呀。没有就喜欢我，好的，谢谢你喜欢我。我这只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合人，思维简单的合话而已，这有什么呢？你们不要太敏感，这是正常的思维合话。这很合理。谢谢希望宝送的小蝴蝶，谢谢希望宝。我昨天又没回翻牌，我今天看看我能不能回。我昨天又忘记了，我昨天在干嘛？忘记了。真的，这个帽子再宽一点点就会好看了，它现在太薄了，就显得。很简单，给你们解释，就是头包脸，你懂吗？这个帽子现在包不到脸，就没法头包脸，但是就是靠脸撑了，只能说硬撑。给你们看，我买了个好东西，我很喜欢它。我还买了一个，准备送给小苏，可爱的发圈哦，迪士尼发圈。冬天很适合出门带一个，是我就是这条街上最可爱的人。我本来想买饼饼的，但饼饼的断货了，饼饼的是个黄色的，断货了，我就只买到露露的了，就很可爱呀，很喜欢这个，而且摸起来也好舒服好舒服。这样，因为我现在不是会扎丸子头嘛，我就可以用它来扎丸子头，就躺一只露露在头顶，哇，可爱死了，救命，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没有 RR 的，别说了， RR 的啥都没有。我还想买点 RR 的，哎呀，怎么又来了这个女的？你就这么关注我啊？你就有多爱？咱们就是说问问你有多爱。咱们就说我就刚开播五分钟啊。那不然呢？你是这个男的，你不就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吗？就这个行吧，这个宝宝可以吗？这个宝宝你还满意吗？宝宝行满意吗？那你回答我，你到底有多爱，就问你回答这个问题行吗？有多爱非要行吗？不说你了。我在吃果冻说，哎，别走，我错啦！别走，我错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走，别走，我错了，错了。嘿嘿，哼，给你吃个果冻橙，给你表演一个吃晚饭。
好吃哦。看，怎么样？你对我的表演满意吗？我再给你吃一口。好浮夸，我没有华贵，没有，我绝对没有说，你们不能用怂这个词来形容我，这个只能说是见机行事，这个只能说是见机行事，只能说是机敏，反应快，但是不能说怂，知道吧？跟你表演了一口吃完，哇，酸死了，好酸，妹妹呢？妹妹怎么走掉了？别走啊，我不吃了，我们好好聊天。不吃了，总觉得我的嘴哪里不太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哎，没涂口红吗？我再涂一点。一样啊。是我这个帽子太丑了，是我这个帽子不好看。但是也没别的帽子了，只能就先这样戴了。把它往后往下拉一点，哎，这样。这样，这个帽子讲真显得我的颧骨升天了要，生气了。本人颧骨没那么高，这帽子显得。哦，这样更妖怪了。我的唇峰本来就这么明显吗？不，我从来不画唇峰，我的唇峰都是下嘴唇晕染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擦一下，就是我画唇峰的。我从来不会用口红涂。上面我是妈这样。妹妹 emo 了，妹妹为什么 emo？ 你告诉我，我开解你一下。妹妹长痘了，你把你之前推荐给我的东西你自己用上就好了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我长痘了，然后你推荐给了我那个东西，你用它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们不能在这里打广告，但是你知道是那个东西，你用它可以的，你相信我，我就是用它用好的。或者你要是不放心，你可以去医院看一下了，但是千万不要涂那种什么激素药膏，不要涂，你可以去医院看一下。不，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他的话的真实性。你保证你真的是长痘 emo 了？你保证？啊？那你就去医院看看吧，妹妹。你别 emo 了，你去看看啊！咱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，去看看。你不去？你说啥？你，咱们就是说让你去看医生啊，妹妹，这有什么不去的？为什么不去？你去吧，你乖乖的去看好，我可以给你小小的奖励。好吗？你也不麻烦呀，你就预约一下嘛，预约一下，然后你就到点了，你就去，也不用排队，就一切都很简单的。你别逼我，就是说可能会有一点点想，就是打人的冲动，就是说。就是说这句话我已经说得够委婉了。
咱们这不是回不去吗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连麦的时候，你能把这两个词儿再说一遍，行吗？不要现在仗着你是一个文字输出的一个方式在这里讲怪话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时间 OK 上连麦的时候，你也把你今天讲的话，就是咱们当场咱们重复一遍，就是说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可不能小瞧了他呀，对不对？咱们要给他点儿好。通通记录这些欧欧语言，好吗？改天让欧欧自己发这种欧欧语言，算了，你也不是没发过，你也不是没发过，对不对？也是有点大惊小怪了，这你肯定是拿捏的，咱们也是知道，这些语言你是拿捏的。是我卡了还是我不火了？就是说直播间。就是没人了。肯定是卡了。那咋办呢？关个网吧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了。我刚要关个网呢。刚为啥卡了呀？卡了。我在这说了半天话，我发现你们都没有弹幕给我互动，就是说很难过，在这自言自语了半天。我的妹妹呢？我的妹妹走了。谢谢谢谢夜蝶宝送的小蝴蝶，谢谢夜蝶宝，谢谢甜甜的夜蝶宝。小欧，小欧欧，快出来吧，小欧欧，欧弟呀！走了，走吧，那就走吧。哼，为什么他还没有答应我去看看脸呢？我让你答应我要去看，干嘛？你说干嘛？你都没有答应我，你就走掉了。你保证。不行，你这个保证不算。你在欺骗我，不可以，快点保证。接近了，接近了，但是还不够，还不够。OK，快点保证。不行，真的诡计多端哦。不行，也接近了，但是还不是正确答案，还不是正确答案。这个离正确答案只差0.1步了，这个也可以算了，也可以算了，这可以算吧。这不可以算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不行的，不要在这里搞小聪明，不行，不可以，要带上大米，快点，巴黎，
你就答应，关我什么事情？你快点答应我，快点答应我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是当着大家的面，就是在努力的让自己有耐心，就是说。那就，可以，截图了哦，截图了哦，啊，乖乖去看哦，就是说，听到没有？嗯，完美了，怎么样？我还是很厉害吧，家人们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我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状态，咱们就是说，嗯，真棒，我们小欧真棒。没办法，有些人说话就是这么管用，就是只能这么说。奖励还没有想好，等他看完了再说吧，好吗？咱们就是保证，就是你这个签收之后，就是说你这个实这个项目完成之后，咱们7天内到位。OK，牛。牛，困了都，一下子困了。不吃了，我等会儿就泡我的那个方便面们，还有自热火锅们，这不是自热面们，等会儿泡一个吃就行。很健康的，它这是冻干技术，很牛的。不冲了，今天下了一天雨，我也不想跑到沙县去了。对呀，冻干技术就是会比方便面会不会就是好一点点。赏雨了，赏了一会儿，然后就通知我说晚上要录音，我就一直在学歌呢。今天靠墙站了吗？今天跟咱们刚从外面回来，家人们就是说，当然我今天录了一天歌，我很累的，我的嗓子都哑掉了。今天直播还没喝水，对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带了瓶水，喝完了。谢谢 TWEETY 过劳肥版送的小蝴蝶，谢谢甜甜的过劳肥版。你咋的，撅撅子？你撅撅子啥？好听，那当然了，那必须的。不哭哭，嗯，好的。好的，不哭哭。你们为什么这么惊讶？我哪里不理你了？我哪里不理你了？我理你了。你不要在这里瞎讲了。我只理你了。
好吗？走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别看我波波了。嗯，你去看看那个预约什么哪个什么皮肤科什么的。嗯，你别在我的直播间了，你去干干点儿你保证的事儿。嗯，去吧去吧，乖乖哦。你们走什么？我们还要直播呢，你们别走啊。嗯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预约一下很方便的。你们为什么也跟我拜拜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也要跟我拜拜？我跟他拜拜，拜拜。虽然大家都很舍不得你，但是大家也跟你拜拜了啊。对啊，我困了，我累了，我疲惫了，我今天我好累的。谢谢谢谢叶家雪飞宝宝送的小皇冠，谢谢甜甜的叶家雪飞宝宝，我不累啦。为什么你们也要给我拜拜？我才直播没半个小时呢，有半个小时吗？刚半个小时，那就再播一会儿，播到15，我们下播好吗？怎么样？播到10:15，我们再聊个6分钟的天。主要是感觉下播的太仓促了，什么都没聊呢，今天。虽然也不知道聊啥，但是就是瞎聊2分钟呗。今天唱歌顺利吗？不顺利，唱歌对我来说就没有顺利过。那个老师贼搞笑，把我笑惨了。他跟我讲说，你要努力的唱上去。说要高一点，他说不然，他说修也是可以修，不然修出来就那样了。我说哪样？是电音吗？他说嗯对。我说没事儿，我都是这样的。我说没事儿，我经常这样。给我整笑了，就是说。谢谢谢谢甜甜的艾瑞山宝宝送的小蝴蝶，谢谢艾瑞山宝，谢谢。罚站呀！我今天肯定也罚站呀！我这昨天也罚站了。这2天都有罚站，这是什么歌？这是
无敌，随便歌，直播罚站，你们监督我不好，我这里没法罚站，我罚站在洗手间罚站，洗手间这个不好直播。这里没有完整的墙墙给我贴呀、啊！谢谢 ZL 宝宝，谢谢甜甜的 ZL 宝宝送的小皇冠。今天你没有在吃饭饭吧？今天都这么晚了，你要是还在吃饭饭，你就要胖了。柜子门也不好罚站呀，柜子门罚站了，手机放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你瘦的肯定也没有我瘦的多呀，因为我现在是瘦的最多的宝贝。看我的脸有这么小。谢谢豺狼黑宝宝送的小皇冠，谢谢豺狼黑宝宝，谢谢宝贝。突然发现我的右脸也没有那么丑了。妈，还是丑！哎，我不要看。但是我发现那个《迦南传》拍出来，我的右脸还没有那么丑，因为很多都是从右边的角度拍的。但是没办法呀，拍戏你没法调角度，就右脸就右脸吧。但是我意外的发现，拍出来居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丑，只能说，曹师傅光打得很好。曹师傅光打得好啊。真的，大光真的很重要。曹师傅就是我们《迦南传》打光的老师，他是我的老乡，是我们河南老乡。那估计是不能。他现在在家里，就是说在建一个游乐园，很离谱。我天天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在建游乐园，就是说，对，是那种有过山车、旋转木马的那种大的游乐园。他家在许昌，就是在建一个游乐园。就是说很厉害的，真是纯纯震惊。那怎么可能？我去，他肯定也不给我免单，搞笑呢。就是说，不知道呀。打光这么赚钱吗？就是什么行业你干得好都可以赚钱，它就属于就是灯光界就是比较好的吧，就什么行业你干到顶尖都可以赚钱啊。好，就以这个升华的结尾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，结束啦，不播啦，睡觉了。
不卸妆了，然后卸妆边卸妆边泡一个冻干面，然后卸完妆回来就可以吃这个冻干面，然后再刷牙，然后再贴面膜，贴面膜的时候靠墙站，美美安排。拜拜，拜拜啦，宝贝们！谢谢谢谢今天给我送礼物的宝宝们，谢谢你们破费啦，谢谢你们破费啦。然后感谢陪我聊天，然后给我发弹幕的宝宝们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